拖大學生今日咧就嚟到信譽名門呢一邊嘅，會同大家睇睇個鋪位啦。今次一共咧係賣三個鋪位嘅，就同大家望一望啦。大家睇下，又喺度掘路啦，笑咗。澳門係咧無時無刻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喺度掘緊路。咁首先我哋睇個二座嘅一個鋪位啊，就係呢間髮廊鋪啦。呢個髮廊鋪657尺，就是一個單邊位，建築面積是657尺，使用面積是460尺嘅。咁室內的樓高就大概是3.75米，咁就賣1780万嘅。咁下一個我哋就去向前少少啦，係望德樓對面嗰邊嘅。咁第二個就是呢個鋪啦，建築面積是466尺嘅，咁就使用面積是320尺啦，都是一個平面，咁攞嚟做咗個外賣鋪啊。樓高咧就4.95米嘅，咁就賣1660万啦。最後一個咧就係一座嗰邊，咁大家睇到呢條食街咧已經係好多嘅一啲鋪頭都已經係進駐咗啦。派克呢一個鋪位啦，咁就係496尺嘅，使用面積347尺咧，樓高3.25米，咁咧就賣1730万嘅。咁咧就係賣呢三個鋪啦，成交期咧就60日嘅，最長係可以去到1800日啦，都係信託嘅一個付款方式嚟㗎。如果你有啲長付款嘅話咧，就有3年嘅一個租金回贈嘅，最多可以借到70%嘅。咁同埋呢度周邊咧有好多嘅一啲大型嘅連鎖餐飲都已經進駐咗，好似咩麥當勞啊、KFC 啊、Pizza Hut 啊。咁前面呢一個係澳門半島呢邊最大嘅一個體育中心啦，就14万平方米嘅，都係隔咗條街嘅啫。望善樓、望德樓、望賢樓。樓下的地鋪就基本上已經係全部租曬嘅，都係淨係租唔賣嘅。附近嘅學校都非常之多啦，就係咁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幾個鋪位有興趣就可以隨時聯絡我嘅。OK， 咁個視頻就到呢度啦，各位，我阿 Sam， 我哋下次。